年紀大咗咧，記翻啲舊事係有啲難度。咁同埋一年有365日。咁但係1997年當然啦，我記得一件好重要嘅事。我講你買一層樓，點解要講呢樣嘢咧？我想顯示，即係原來我其實對香港一路以嚟都幾有信心嘅，因為當年咧個樓價好貴。如果大家查翻1997年咧，呢個樓市高峰期，我當年咧出嚟做咗大律師，應該係我1993年開始執業嘅，即係4年到。咁啊，又啱啱結咗婚，好似冇幾耐。咁我太太梗係都所有女士都好希望，即係有個有頭家，即係有個自己嚇有個穩實嘅家庭，都俾好動力我鼓勵我買樓嘅嚇，即係。咁啊，我做咗件事嘅，其實嗰層樓當然都係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即係都係即係俾到我動力要努力工作啦嚇，總之就係、是、咁。但係我係好深印象，因為我記得我係搬入間新屋裏邊咧，啊，我好近海啊，我係睇到回歸嘅時候啲船離開香港或者入嚟香港嗰個場面，我記得喺窗度睇，我係有一個印象，我腦裡面有一個畫面。咁但係即係我另一個印象就係、是，嗰當年原來我係已經有個即係。其實我都係有個諗法，就係、是、都會喺香港繼續去工作啊，繼續生活。咁呢個係我有印象，我有發生過嘅事嚟嘅。